在伫大军队演出，真有气势，真很气魄。做落来直排轮人人表演嘛无简单，请众人注意。伫欣赏囡仔平常时伫学校的学习状况，要各单位有只有声的很优惠。感谢是亚奇啊，真老热，家长甲囡仔做回来动乐。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让小朋友将平常在课业上所学的能够结合啊，譬如说在那个摊贩的一个物品的贩售，它的成本的计算哈，还有物品的一个行销，还有人际关系的一个建立，感觉很棒，很幸福，很美满。为什么？跟亲子一起活动的感觉很好。你吃了什么？这个好吃吗？好不好玩？因为经过二十年，学校再出举办校庆很优惠，全校的师生拢真期待。如果有新住民妈妈，也准备因家乡的美食来到老人，配合校方推动的火炬计划，让大家更了解新住民妈妈各家乡的文化风俗，促进因个台湾社会融合。学校办这个活动啊，就他们了解我们那边的习俗。对，有摆一些书啦，像那边的衣服，嘿，对对。然后还有教越南语，对对对对。这是你以前不敢教你女儿的？哦，对，以前是不敢教，因为怕说去外面会不会人家会欺负，所以不敢教。现在敢教了。除了很优惠，学校嘛安排两台体验，大家做了真趣味。希望透过整个活动促进亲子感情，也让新囡仔会使将课堂学到的物件，好好来发挥应用，会使有无同的收获，做伙来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。记者李明信采访报道。我们的草草乐和果条乐。